熙导演，还有你们最喜爱的女神刘亦菲。当然接下来还有谁啊，你们喜欢的男神，他是欢迎 Rain。 还有我们这部电影的主演邵峰，欢迎，欢迎四位。好，我们还是先请 四位主创跟观众问个好，来导演先。哎呀，深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谢谢你们的到来。哇哦，是导演的粉丝，举一下，看过电视剧啊，然后喜欢导演的。谢谢好，来刘亦菲。大家好，很开心，谢谢。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仙女下凡的感觉啊？好，女神驾到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男神 Rain。 大家好，谢谢。哇，中文好棒啊。邵峰来。深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谢谢大家支持露水红颜。好，那我们的影迷也为四位准备了大麦，希望这个电影票房大卖。来，大麦送上。今天有没有人是看第二次的？第二次的我举手。已经是第二次观影了啊。好，谢谢我们的影迷，谢谢，请回到座位啊。好，来，我们工作人员接一下啊。对，待会儿我们可以更好的跟观众交流。来，我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这个，对，大麦，把我们的大麦好好收藏起来啊。谢谢大家。谢谢。好，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聊一聊这部电影了。刚才呢，大家看完电影都说深深的被影片所感动了。那也想问一下导演，因为我知道您是学油画、学画画的，学过，所以这电影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绘画的元素，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好像是价值不菲的名画，对吗？可以透露一点？没有，那些也不算什么名画，就是创作的画。其实为了就是表达主人公对他自身生活的一种感受，以及对于艺术的追求，对吗？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刘亦菲来说一说哈，在这个电影当中做了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还有一些很危险的动作哈，有没有听说还有因此有受伤什么的，是这样吗？好像有，对，还好，危险的都不是太有问题，就是情绪方面的戏反而比较难过一点，更难演，还有很多很激烈的情绪的反应，包括就是很多人被你的那些哭戏所打动，基本上好像从头哭到尾的感觉，也挺烦的。我也不知道，我感觉我没哭那么多。这一点是不是其实对演员本身情绪的那个负担比较重？还是我没有强迫自己，其实好，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亦菲这一次的表现，大家觉得怎么样？动人吗？很好啊。好，那接下来就是 Rain 了。 Rain 在片场啊，就是不知道这个跟中国的团队来合作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来，我们集体在中间来一点好吧。来，对，好，来说一说对跟中国团队的合作的感受。对，너무즐겁게실감있고요그리고감독님이랑유페이랑같이하는게굉장히감동적이고너무보람있었어요。整个拍摄非常的开心，然后和高希希导演还有刘亦菲能够在一起拍戏，自己也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愉快，然后整个拍戏呢都是非常的顺利愉快的。那对上海的印象如何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戏在上海拍摄啊。맛있는게많아서좋았어요。因为上海有很多好吃的，所以非常的开心。好，看来还是一个吃货啊。好，来，我们邵峰来说一说，这电影当中你可能是他们爱情道路上的最大的障碍了，所以你会有心理压力吗？现在面对观众的时候，你不断的阻挠他们。不会啊，因为他们都会感谢我的，因为没有我演的这个林亨，就没有他们俩之间的情感，对吧？我是媒人来的。是倒霉的霉吗？好，对，其实我觉得电影当中因为有了这些矛盾，有了这些跌宕起伏，才有了观众的感动和收获。这也是我们高希希导演的第一部商业电影，所以希望大家
点赞，希望大家去多多的评论，希望你们都兑现你们刚才的诺言，就是发朋友圈和微博告诉更多的人来支持这部电影，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想邀请我们所有的主创来到观众中间，跟大家来一个大合影，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个厅，巨大的厅啊，那么多观众，来，我们邀请主创来到大家当中，大家不要往前拥挤，大家原地起立好吗？来，请我们记者让一下啊，对，大家原地起立，对，你们可以伸出你们大拇指点赞吗？对，点赞，对，好。那我们让我们祝我们深圳的影迷一起来祝这部电影票房大卖，我说电影的名字你们就说票房大卖好不好？好，来让深圳所有的影迷祝电影露水红颜票房大卖。好，谢谢，谢谢我们可爱的观众，谢谢我们四大主创，谢谢，谢谢瑞，希望下次还可以悄悄来到中国。